手机用户左上角，电脑用户右下角，再选择一下舞蹈啊。谢谢夸奖。第一个舞蹈是椅子舞，第二个舞蹈是韩舞，第三个是现在放的这个苏幕遮。等我跳舞，哥哥把关注点上啊。哈尔滨人，该扣一二三啊，扣一二三，一二三啊，三，哎呀，我这个电脑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这样啊？三，二，一，好，每次都是先跳椅子舞。这么喜欢椅子舞吗？喜欢椅子舞的哥哥把关注点上，左上角右下角跳这个椅子舞，这椅子舞扎起来头发。谢谢哥哥送的礼物，谢谢谢谢，送这么多，哇塞，谢谢，没见过什么大世面。我是一个新主播，大家喜欢我可以点关注点一点。Thank you.
大家喜欢看这种类型的椅子舞，可以点点关注啊！一定要点关注，否则就找不到我了。手机用户左上角，电脑用户右下角有个直播室通知我哟。还有两个舞蹈。选择一下下一个舞蹈，哥哥们。好累呀、啊，好热啊！选择二和三，二是那个韩舞，三是古典舞。我希望能点到三。三二一都没有三。跳第二个，下一个跳三，好热哟！点关注不迷路啊！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
要喊我呢，太累了。谢大家送的礼物，喜欢我的把关注点一点啊，左上角的关注、右下角的关注都点一下。谢大家送的礼物。你们也累啊，辛苦了大家，辛苦了大家，累呀、啊！大家喜欢我的把关注点一点哟，要不然找不到我了。我还有最后四分钟的时间，跳完这个舞蹈，我就要跟大家今天说再见了。呀，溜号了，都忘扎错头发了。明天还是这个时间。点关注就知道了呀，你们都不点关注的吗？谢谢坏坏的小哥，点关注呀，关注，哎，我说太多了，你们这样，问我来不来，我怎么说？跳最后一个舞蹈呀，谢谢小灯笼，谢谢小天鹅。最后一舞蹈送给大家，可能跳一半就走了，然后大家把关注点上就找到我了。左上角、右下角，放小，放大点声。